恭请。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：延寿妙经。恭请。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：延寿妙经。恭请。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：延寿妙经。三清总告：至心归命理，道宝经宝师宝，玉清上清太清，一气流行，三清应化，含官默默，不言而善运四时，正色空空，无极而化生三境，大罗天上，金阙宫中，虚无自然，三清三境三宝天尊。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：延寿妙经，本卷二十。灵宝延寿天尊在南极天中金光山内宝林树下凝神念道，共十千徒众解说延寿妙经，论虚无大道，遍体光明，洞照天地，三界十方，一时震响，复有诸天上圣，一切鬼王，天龙十部寻光而至，上一天尊岂无生死，五体投地，坐礼神尊，依位而立，时有延命真人、广福真人、金华真人、妙喜真人、紫盖真人、黄禄童子、碧霄童子、清华童子、白慧童子，即以一切圣众接献宝花、百味香药，手执日月灵状，紫光神劫，十绝灵幡，延命宝盖，四地行道，烧香散花，齐唱延寿天尊，贤德度世。尔时，神尊含笑微微，从大顶门放十道神光，普照法众身心，无有误者。于是道场中有一童子，名曰善达，前进作礼，上伯天尊见在座中皆是变化神仙，何得未悟，福愿尊严为臣解说。天尊言曰：此之仙众虽有神通，实无真道。童子曰：不审何名真道？天尊言曰：不生不灭，名为真道，无去无来，亦名真道。于不生不灭，无去无来，亦昧真道。一切法相皆为虚妄，世间男女若欲延命长年，消灾吉福，但自精心烧香行道，布施放生，建造功德，念经供养，兼请道士法师讲读尊经，本命斋教，即有助算神王、记名神王、落死神王、上升神王保护念经之人，录其功德，奏上诸天，金帛丰足，永保安宁。于是诸天大圣、一切鬼王稽首皈依，皆大欢喜，累劫学道，未闻此经，并是金口之言。于是鬼神发宏誓，愿生生世世眼见真仙，耳闻正法，礼拜十斋，常行至道。天尊再留记曰：生前不辞孝，死后报何恩，悲啼在地狱，谁明劝善言，修善自归善，作恶归恶缘，至心常供养，延寿遇神仙，写经即造像，福禄自延年。事实座中一切真仙闻经皆称不可思议，再拜而退。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：延寿妙经中。